交通部观光局推出的安心旅游国旅补助，加上今年夏天国旅大爆发，旅客塞爆了各离岛。近日地方不断的流传观光局的经费恐会断炊，不过据了解，目前花莲地区是没有旅馆业者接获相关的讯息，而之前所申请的补助经费也都获得了拨款。交通部观光局推出安心旅游国旅补助，加上今年夏天国旅大爆发，旅客塞爆各离岛，近日地方不断流传观光局经费恐断炊。据了解之后，花莲地区旅游业者目前是尚未接获相关的资讯。目前我们业者来讲是没有收到这个讯息。那确实整个暑假这时候，那宜花东包含离岛地区，那旅游非常的热门。那 我想这也是一个谣传啦，那还没正式收到通知。那我想在振兴券的一个加持下，确实宜花东这个区块的旅游非常热门。那 我想中央应该补助的经费是足够的。那我目前知道大概整个安心旅游补助大概有39亿，那以目前房间我们看到说有70万人次的房间次的一个使用量的话，也大概是7亿。那我想应该还有一些费用可能地方的一个地方政府或者是业者我想中央一定会再有第二波跟第三波的一个补助的金额的。而在之前所请领的补助款项也都有陆续拨款，只是在拨款的时间上有所延迟，对旅馆业者资金运作上是有所维持。目前来讲，我们之前不管暖冬等等这些的金额都是有下来的，对。可能没有我们想象这么快，那确实每一笔费用都有下来，对。据了解，观光局澄清，地方的经费用完，可以继续来申请下一批国旅补助，会如期办到10月底，旅客可以安心安排行程。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